姐姐听5年前语音。好弟弟，你可以帮我取消快递吗？我拿不动。哎呦我的妈，这哪来的死夹子？我有个女孩追我，但是你帮我评价评价呗。这声一听就绿茶，处不了啊？是吗？谁正经小姑娘这么说话呀？恶心。但我觉得挺够人，哎，我就得意这一款。你是爱情里的傻瓜呀？这夹谁不会呀？哥哥帮我拿个快递呗，谁不会？哎呦，你没那味儿啊，甚至让我坐。他不恶心呢？还行，主要是哎，不知道啥意思。心机婊，让你去他家呗。来，姐，再给你听一点。好弟弟，你怎么不回我啊？你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我是你的宝贝莹莹啊。啊，你赶紧给我删了来、哎、姐，我不要听了，我没事还蒙被窝里听。你信不信我踹你啊。